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道差异题。这道题呢是一道虚词填空题，需要大家把握住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他说，在中国的社会关系当中，邻里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比邻而居，共享空间，素质高低相处如何，直接塑造了生活的小环境。是不是在讲邻里关系？是讲邻里关系可以塑造生活的小环境。那横线之后再讲，居家过日子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一个社区里老老小小谁都有需要帮衬的时候。那横线之后是不是也在强调邻里关系？那强调大家都需要有互相帮忙的这种时候。那我们会发现横线前后都围绕着邻里关系来讲的，而且是不是体现出邻里关系还挺重要的，因为它塑造了环境还能互相帮助。那我们说，那横线前后体现并列关系是不是可以啊？因为都在围绕着邻里关系很重要来讲，那我说表示递进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前面说它塑造了环境，那不仅塑造环境，它更能让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衬，是不是也行呀？那给我们的选项当中，我说而且是不是既可以表并列，又可以表递进？此外表示并列，况且表示更进一步，是不是可以表示递进关系啊？那我们会发现 ABC 都是符合文段逻辑的。那 4D 选项过而它强调什么？是不是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啊？那文段前后语境是不是没有体现出这种因果关系？所以 4D 选项我们给它排掉。那排掉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空，说楼上楼下对门对户能熟悉一些，彼此信任，遇到大事小情伸把手。那我们会发现，那你看大事小情伸把手是不是就在讲帮衬的这种情况？那你说我一定是熟悉，一定是彼此信任的吗？是不是不一定呀？所以在这里它只是强调一种假设的一种情况吧。那我们会发现这个课要体现出一种假设的关系在里面。那我们说 A 选项所以它强调什么？是不是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啊？前后都是围绕着帮衬，伸把手是不是也和帮衬有关呀？所以构不成这种因果关系啊，所以 A 选项排掉了。那 B 和 C 只要如果啊，是不是都能体现出这种假设关系？但是你看 B 选项只要它后面和谁搭配了呀？是不是和才呀？只要才关联词语是不是使用不到？我们常说的是只要和就进行搭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B 选项是不是也排掉了？那排掉之后 ，C 选项第二个后面的两个空是不是大家验证一下就可以了？说不仅能解一些燃眉之急，也能大大提升个体对社区乃至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那填入到文段当中，是不是就体现出如果大家互相帮衬了，大事小情伸把手了，它两个方面的一个好处？所以不仅也搭配没有问题，而且逻辑也是符合的，所以最终这道题我们选择到的是 C 选项。那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两句话，他说马踏飞燕玩偶走红的背后是蒙文化的盛行，蒙文化怎样的背后则是我国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那你看通过分析文段，我们会发现这个空是不是要体现出蒙文化的盛行？那你看给我们的两个词大行其道和方兴未艾，哪一个能体现出盛行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大行其道呀？因为它指的是事物流行成为一种风尚，那都成为一种风尚了，是不是指流行盛行的意思？所以大行其道没有问题啊，而且这个词有中性词，大家可以做一下积累。那方兴未艾，它指的是事物刚刚兴起，你看兴起是不是刚开始的阶段，还没有达到盛行的状态啊，盛行后期的，所以与我们盛行对应不上，所以方兴未艾排掉了。那通过第一个空，我们排掉了 B 和 D 吧。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啊，说一座座新房搭配新房吧，一条条街道，一张张笑脸，西海固人将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地方打造成了脱贫样板。那在这里的话，你看搭配新房吧，这还要与后面说把这个地方打造成脱贫样板形成。那你说鳞次栉比还是富丽堂皇，哪个词语更好？是不是鳞次栉比更好一点呀？因为它指的就是把船只或者是房屋等排列的很密很整齐，那是不是强调新房很整齐的这样的一层含义呀？那为什么说富丽堂皇不行？虽然它也形容这种新房建筑物，但是与后面对应不上嘛，因为后面说的是脱贫样板怎么不是富丽堂皇呀？所以在这里啊，富丽堂皇是与我们的脱贫样板对应不上，我们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道题我们选择到的是 A 选项。
那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那下一题是不是就到了病句题了呀？那病句题这道题让我们选有语病的啊，有没有语病？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我们来看看，就 A B C D 每个句子，我们挨个来看看。A 选项说，世界各国除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瞄定正确的方向，担任起历史责任，才能构筑起维护国际生物安全的免疫屏障。那你看这句话当中是不是出现了关联词呀？那关联词出现了，大家是不是要多留意一下？那我们会发现，除非后面它和谁搭了？是不是和才能进行搭配？怎么样了？是不是关联词使用不当？我们常说除非怎么样，否则不吧？就除非怎么怎么样，否则不能构筑起维护国际生物安全的免疫屏障。那才能和谁呀？是不是和只？也只有啊，只有才吧。那前面这个除非要只有啊，所以这两种情况关联词语大家可以把握，所以它搭配不当啊，所以 A 选项我们直接选完了吧。那选完之后，考试过程当中啊，大家选完就可以走了，但是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给大家验证一下 BCD， 看看 BCD 讲的情况啊。B 选项说，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风险挑战增多，生物安全逐渐出现了。还是就是说，技术迅猛发展是挑战，风险挑战变多，生物安全问题出现，是不是表意正确呀？没有什么问题吧？那 C 选项说，农业长期以粮食生产为主，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农民增收缓慢，是不是在讲农业长期以粮食为主的这种情况，使后面的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会发现 C 选项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再来看 D， 说村民把自家童年种的水稻留出一部分做种子，那村民的这种事儿，这种做法啊，说种了收，收了种，再好的品种也要退化，这是不是在说农民的这种做法其实不好，可以让使我们的品种变退化了啊？所以在这里的话 ，A 选项也没有问题，所以最终这道题我们选择到的是 A 选项。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也是让我们选有语病的啊。挨个来看，说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大类可以分为这四部，是不是就说古籍分为这四大类呀？所以第一句话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句话啊。第二句话说，因为天气不好，我们班的学生无疑迟到了。一个因为是表示原因呀，那说明这句话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分析完我们会发现，它俩存在因果是不存在呀。那既然学生没有迟到，那说明天气不是影响学生的因素。那你说我们这句话用什么关联词比较好？是不是改成尽管比较好的？因为尽管表什么？说表示让步，就是先承认某种事实，那它后面往往引起一种转折。就尽管天气不好，但是学生却没有迟到，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 B 选项是不是有语病？那我们这道题是不是选择到的是二 B 选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C 和 D 啊。说黄河断流之症在于这两个方面，那是不是说黄河断流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呀？所以 C 选项它是表意明确的啊。那 D 选项说这种书为我们保存了这种宇宙观和价值观，是不是表意也明确也没有问题？所以最终这道题我们选择到的是二 B 选项。那好，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那下列语句中以没有语病的啊，问没有语病的来，注意了，选非的，就让我们选一个对的呗。那好，我们就挨个来看看啊。那老语看到我们非常惊讶，你看读到这是不是它就有问题了呀？那什么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断句表达不同的意思？那老李看到我们了。那老李非常惊讶呀。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李看到我们惊讶，是不是这两种情况呀？所以它存在歧义了啊，所以 A 选项有语病的不能选。那 B 选项说客房内均设有闭路电视等这些房间酒吧等应有尽有，那怎么样？是不是设有和应有尽有它存在杂糅了呀？那我们怎么改？我可以改第一种情况，就是客房内均设有这些东西，到等是不是就结束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客房内均设有需要这些东西等应有尽有啊，这两种改法都行。所以 B 选项是不是有语病了？不能选。那 C 选项说老技术员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小王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你看第一个分句注意是谁？是不是老技术员呀？那谁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是不是小王的心不能平静下来呀？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句式混乱了，第二句主语没有分清啊，第二句主语应该是小王而不是老技术员了，所以 C 选项也有语病。那最后是不是只剩 4D 选项了？那经过10年的发展，电子商务它发展得很好，激烈的竞争摊薄的电商企业的一个利润，就是在讲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的。所以在这里的话 ，C 选项是啊，所以这道题选择到的是 D 选项。那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下一题依然问的是没有语病的啊，那我们就挨个来看一看。说不久以后，我又看了他的《独注》这部作品，从此这个名字就深深的铭刻在了我的心。那是不是就想强调我读了这部作品，这个名字深入我心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会发现，第一句话说没有语病，没有语病是不是大家可以直接选择呀？所以这道题啊，选择 A。那我们看 B、C、D 它错哪了 ？B 选项说，只有国民社会财富的能力持续增强并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不会停止。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会发现，只有和就怎么样了？是不是关联词语使用不当、搭配不当？我们说只有和才搭配，只要和就搭配啊，所以搭配不当这两种在哪一个都可以。那我们来看 C， 说虽然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出现，所以写作与阅读发生了深刻变革。虽然表示转折，所以表示因果。我们会发现关联词语使用不当嘛？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题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想因为这种新媒体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原因，所以它才发生了变革这样的一层含义啊？所以前后要构成因果关系啊，虽然给因为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四 D 错哪了？说墨家的科技理论与科技成就并非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渊源的。那读完分析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前面其实想强调墨家的科技理论与科技成就不是凭空出现的吧？但是你看给我们的这句话并非不是双重否定，是表的肯定，就相当于他再说他是凭空出现的，就与文艺相悖了呀。那这道题怎么改？这就把并非和不是删除一个啊，删哪一个都可以啊，所以最终这道题我们选择到的是 A 选项。那好，到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插一题就讲完了。